久违的回到冰场的感觉。都杀青了，然后那一天一转身结果就摔了一跤。直爽。CR1。动漫微微吟食火之歌。感觉如果说舒服的话，三个之中就会跳舞比较舒服，跳舞的时候较放松。我以前觉得我挺双鱼的，现在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双鱼，可能过于理性吧，就大家都说双鱼非常的感性，然后比较以前来说现在过于理性一些，对，更加理智一些。如果从今天开始你只能吃一菜，一个菜只能选一个菜，然后以后不能吃其他的了，你要选什么？很喜欢吃大米饭，因为它热量比较高。哪一部电影给自己的启发最大？